三球，超难的。来哦哦哦！黄仲雄这样很难，我们不会消音哦。进三，加油加油！哎呦，好强哦！继续，来继续，要快要快！我看谁花最少时间。哎，看一下他怎么玩。对哦，高一点，高一点啊！进三球，超难的。哎呦哎呦！黄仲雄这样很难，我们不会消音哦。这游戏有解锁黄仲雄出口。秒速短球，王菲要王菲，这个玩很久哎，这个都玩很久，玩到切不下去了。没有，谁叫他们第一颗进太快，大家都觉得很简单。对，好累哦。好，改100秒进几球好不好？改100秒进几球。计时开始吗？哎，头顶到加分。哎呦，海洋公园，海洋公园。哦，差一点，应该只剩10秒了吧？这个蛮难，这个蛮难。哎，快抽一球！哎，可以这样，可以啦，送一球啦，这一球一球上高标了。好，很难呐。我跟你讲，哎，我想卢老师，我们先玩先休息啊，对，好不好？哎，哇，帅气，我有帅气，我像 Rain 哦，屌哥，屌哥，好球哎，那掉了，他是当麻将在抽。有呗，敲一下有用啊！哎，你真的还好跟玉玺对，这么怕鸡真的是没有超过三颗捡鸡蛋，快点快点！而且我们是，有了有了，捡鸡蛋哦！哇，鸡蛋真的有用，不用捡了，那不用捡。完蛋，有，快，两球就赢了，两球就赢了，别急，哎呦。哇，漂亮！别急，有吧？哇，生气！四位把鸡带回家吧。哎，四位，你们两个都一分。你玩，我们两分。一分，你怎么？哪一天两分的？你告诉我哪一个 moment？ 走了，赶鸡了啦。走，倒数第二名的玉玺，他把鸭赶回去。我这样算倒数第二名？鸡是他的小。哎，没有人敢放。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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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